打开腾讯视频首页搜索触不到的他，更多完整视频精彩片段等你来看哦。喂，你好。喂。喂。喂。谁呀？喂。喂。姐姐，姐姐，你别逗我好吗？喂，喂，打错了吧？你是诈骗吗？你是谁啊？你是骗子？不要挂电话了。这位大姐，您哪位啊？我是你女儿。什么？知道你很多人的小秘密。录某一个节目的时候，对有一个女明星有点不满。反正从现在开始，我不会给你打电话，你给我发消息，我也不会回了。我是不是要打电话报警？我真的不想再听你给我做任何的指示。喂。喂。哎。喂喂，你是谁啊？你怎么了？你快点快点来救我！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去找到你。假如现在是世界末日的话，你最舍不得的人是谁啊？我想看到你，真的。虽然我没见过你，我不知道你是谁。可能从一开始真的觉得是个恶作剧，现在就真的我真的愿意去相信去接受这一切了。以后的路我不能陪你走下去了，所以我只能跟你说一声对不起。整个那个脑神经啊就爆炸了。觉得这个算是你收过前三名的礼物吗？第一名。本节目由这一刻更清晰的全新拍照手机 OPPO R9S 独家冠名播出。又是一个心情很down的晚上。好想知道那究竟是什么。闭上眼睛就是它吗？长腿叔叔属于黑色，讲起话来总是蜜汁性冷淡，波澜不惊，是个有故事的男人。他是守护神，专门守护像他这样的女孩。会在阳光洒在草地刚好47.5度角的时候悄悄出现。我们家三个宝贝也吃饭了，看镜头，来。唱歌给你们听，好不好？想听？有人大概姐姐。谁啊？喂，你好，请问你是谁啊？请问你是欧阳娜娜吗？对，你好，请问有什么事吗？其实这通电话不是一通普通的电话，这通电话是来自异次元的一通电话。说出来你肯定不会相信。你是诈骗吗？我当然不是诈骗，我叫 Black。B-L-A-C-K， 我是你的手机人。啊？
其实我一直是在你身边默默的在关注你的手机人。那你认识我吗？我当然认识你啊。你是欧阳娜娜，你是出生在2000年6月15日，而且我知道你很多你的小秘密。比如说呢？你知道我什么秘密？你第一次下厨房做的饭呢是蛋包饭。啊？有没有这样的事情？问题是你怎么知道的？你最想遇到自己喜欢的人是在迪士尼。不要四周去张望，因为我说了，我们在不同的次元里面。所以你的意思是你看得到我，但是我看不到你。喂，挂了。什么手机人啊？我是不是要打电话报警啊？他到底是谁啊？首先，他有可能是我的朋友。再来，他有可能是我的粉丝，可是他的电话好像是未知的，我也打不回去，是不是很怪？他到底是？娜娜，娜娜，现在我有几个问题需要问你。长这么大，有没有人向你告白过？是什么样子情况下进行的？没有，零。喜欢的第一位异性叫什么名字？为什么喜欢他？喜欢的第一位异性，欧阳龙啊，我爸，这是我喜欢的第一位异性。如果有人当着你的面砸了你大提琴，你会怎么办？那我也把他这个人给砸了。你把他打了是吧？嗯，非常漂亮。哇哇哇！郭敬明和陈学冬同时掉水里，你会救谁？告诉我，马上。陈学冬。好，最后一个问题，与你相关的1727万条微博当中，有70% 是关于你的演技。为什么大提琴拉得那么好，被夸奖，演技却天天被黑？我觉得可能大家的对我来说，他们还是习惯我的形象是以大提琴的公主这种形象。那我觉得演戏也是一样啊，如果我同样的，可能我现在演戏演了有3-4年吧，同样如果我拉大提琴拉了3-4年就出来给大家看的话，大家可能会觉得我琴也拉得特别烂，特别的差，特别的不成熟。所以我觉得我自己也在逼着我自己在努力。你为什么要像记者一样问我问题？因为你是我的手机人，你不应该问我这么多问题啊。我是你的手机人，我有责任，我有义务去保护你。你现在才16岁，所以真的不要着急。大家给你的批评不见得是一件坏事。好吧，谢谢你。不客气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拜拜。这个手机人到底想干嘛呀？他呢又像记者一样问我问题，然后呢又像家人一样鼓励我，然后呢还说对我不放弃不抛弃。他会不会等一下突然就嘣，然后出现在我旁边？我现在只能用困惑两个字来形容我现在的心情，所以节目由这一刻更清晰的全新拍照手机 OPPO R9S 独家冠名播出。我帮你准备了一顿简单的午餐，你先在餐厅等我好吗？左拐之后，你再向前走个5-6米之后右拐。
好多甜点。喂？喂？你有心，给你飞，不需给我什么传奇。小明星，繁华相比，会发现谁值得不舍。小小明星，原来早珠光宝气，无法代理。我的天哪，这也太特别了，这个见面。你有留意刚才的歌词吗？无论在别人眼睛里面是什么样子，你的手机人我的眼睛里面，你永远是一颗最闪亮的明星。你永远是一颗最闪亮的明星。你有没有看到你桌子上有一个甜品，上面撒了一层厚厚的巧克力粉？这个呢是布朗尼，这个是提拉米苏，马卡龙肯定不会很陌生的吧？不会，马卡龙是我很爱的。我非常思念我姐姐，因为我姐姐曾经在法国念书一年，当时我就飞到法国去看她，然后她第一个给我带的礼物就是巴黎的马卡龙，所以看到马卡龙我也会稍稍想到她。有一个三角形的蛋糕，然后它上面有一些大理石的花纹。这个呢叫做大理石芝士蛋糕，经过烘焙之后呢，它的口感是微酸微甜。甜甜酸酸的，就很像恋爱的感觉。你向往的爱情是什么样子？我觉得因为没有谈过恋爱的女生都会比较会幻想，还开玩笑说我婚礼我要换100套衣服，我要穿得很轻松但是很仙的那种。有男朋友啊，或是会不会像电影里面那样。电影里面也是这样子啊，对吧？好吧，那个，其实我还有一个礼物要送给你，等我几分钟好吗？是让我坐在沙发上吗？所以这个房间是？这个房间是你收礼物的地方。收礼物的地方。嗯，礼物呢？礼物马上就来。啦啦，嗨姐姐，啦啦，哇，什么天啊！我知道你除了拉琴还要拍戏，还要工作，很辛苦。姐姐让你知道，你很累的时候都可以跟姐姐说，然后都可以想到姐姐。大明你好，我是爸爸，我是爸爸。这两年来，你在外面工作，去追寻你的理想，都不知道你在外面工作的时候是不是碰到什么困难，觉得很失落，怕你是不是承受得了这样的压力。为什么大提琴拉得那么好被夸奖，演技却天天被黑？陆小葵，你怎么能轻易放弃呢？
人摔倒了可以站起来，相机坏了可以重新修的呀。你可以的，陆小怀，加油！我本来想送你四个字：仁者不忧。这句话的意思是说，只要心中存有初心，能够对人诚恳，抱一颗仁慈的心，永远不必担忧。勇气会支持你面对所有的事情，爸爸永远会在这里做你的后盾。真的很谢谢妈妈生了你一个像天使一样的姐姐，又会拉琴，又会唱歌，又会演戏，我们都爱你哦。Love you。整个那个脑神经啊就爆炸了，可能就是我的一个比较脆弱的地方吧。因为我觉得家人给你的鼓励就都永远就是让你可以最感动的时候，就不管他说什么。虽然你要承受你这个与你年纪不符的美貌和智慧，但是同时间你也承受着和你年纪不相仿的压力。但是我特别的想告诉你，你只要记住家人朋友们都很爱你就对了。好丢脸。不如我们见个面吧。不如我们见个面吧。好，我给你发一个定位。你好，你好，我的平安，你就是我的手机人。开玩笑说，我婚礼我要换100套衣服，我要穿得很轻松，但是很仙的那种。毕竟也是从
异次元穿越过来的手机，偶尔程序出一点状况也是很正常，很符合逻辑。手机也会死机，手机也会死机，对不对？再一次好不好？行啊。好。娜娜，我们要不要再试一次？我一定要完成你的梦想，我一定要完成你的梦想。开玩笑说，我婚礼我要换100套衣服，我要穿得很轻松，但是很仙的那种。是最后一次。我的主人是那个在这个世界上最尊重的，等你好，我在格莱美 BLS， 我是你的手机人。你是诈骗吗？小姑娘哭啊，怎么在这笑啊？我信任不够了，我一定要完成你的梦。
如果你希望我们将来会怎么样，你就求上帝赐给我。嗯。除了长腿叔叔 Black， 还有那个爱笑的女生，像橙子一样满满的维他命，但是她却暗恋着一点也不正经的老司机。看上去越不正经的人其实越专一嘛。当然女人都是贪心的，光是默默的暗恋怎么够呢？编也要编一个宇宙无敌特别的方式出现在他面前吧。喂喂。你知道我是谁吗？你是谁啊？你是骗子。是你的高中同学。是十一学生，不是你，是十三班的那个高同学吧？我是十二班的。十二班啊，不好意思，我年级只有十个班。你是谁？你到底是谁？我是你的小学同学。你又是我小学同学了？小学你是几班吧？我是哪个小学啊？好了，我不瞒你说，我是你的粉丝。我跟你的经纪人好不容易拿到你的电话，我今天早上才看了你的戏，我觉得你演得非常好。哎呦，你别骂我了，你别骂我了，真的，你到底是谁啊？你可以不要一直动来动去的吗？我看着你很晕。你还能看到我？我就是你的手机人呢，我就在你这个手机里面，你看你的脸多好。你在哪个方向看着我？你刚刚是不是有把手机放你的口袋？我好像有看到一点你内裤的边边，是不是浅绿色条纹的？还有香蕉图案的。可以称我为维他命橙。吸引全世界最有名的项目。那你相信我是手机人了对吧？我还需要讲出什么别的来证明吗？你初恋在高中嘛对不对？你是不是还有跟你的高中同学联络？而且我还可以告诉你他结婚了。你还知道我什么秘密啊？我知道你不喜欢运动，我知道你想要长高五厘米，你觉得你的腿很短，五五身，腿很短，五五身，腿很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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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就是一个手机。刚刚打了你的手机，你知道这是一个对手机人很不礼貌的行为，因为我会痛。对不起啊，手机君。但我觉得你的手指头也蛮漂亮的，可以吗？对自己要求不要太高，像我们手机人在这种虚拟世界，我们想要几公分有几公分，像我可能就是182公分，比你高稍微1公分，体重65公斤，那胸部也是可以自己选，我是32F， 我是32F。32F。
32F， 你可以当维他西瓜了吧？我在门里面，你不要乱开门，我还在穿好衣服呢。哦，好像鬼屋啊。别吓我啊，我很怕鬼的。等鬼准备好了再吓你。啊，下课后我在礼堂等你。2005年11月，你是谁？大概就是谁？三。主人，本节目由这一刻更清晰的全新拍照手机 OPPO R9S 独家冠名播出。这一刻更清晰 R9S OPPO 拍照手机。